自己做三明治就是要料足，吃起来才过瘾。提早把面包胚做好，自制的哟。搭配盐水浸金枪鱼，加入适量的色拉酱搅拌加入其中，味道一级棒哟，可以说山寨版赛百味啦。一个下去营养丰富，有金枪鱼的蛋白质、蔬菜的膳食纤维、奶酪片中的脂肪以及面包胚中的碳水化合物。准备好食材，取盐水浸金枪鱼罐头，用网筛过滤出水分，加入适量沙拉酱，搅拌均匀，备用。白煮蛋切碎，加入适量沙拉酱混匀均匀。面包对半切，不要切到底，先在面包胚上涂抹一层沙拉酱，薄薄的就够。放入一片车达奶酪片，加入混合的白煮蛋，放入蔬菜与切片的圣女果，放上搅拌好沙拉酱的金枪鱼。